超级霹雳弹的裙子，无敌超级霹雳弹卖的超级好，因为它的价格不贵，弹度又非常好。首先它的正常穿法是这样子，你们可能会觉得哇很辣，我跟你说真的还好，因为基本上第一个它是棉质的，所以它不会有那种缎面或是雪纺来的这么辣哦，它是棉质的。再来呢，它的弹度我遮一下，因为弹度太大了。好，来，弹度非常大，可以十号到的话都可以穿。还有一个特点哦，是其实这个啊，我主要设计是让它露这边前面的左腿，但是你不喜欢，我们可以稍微调整一下，调整调整。好，前面就变一件正常的裙子，我们来露侧边。它呢，这个长度不用担心太短哦，因为这一款其实妞妞已经就是穿出门过了，带着小朋友是非常非常的方便。然后长度呢，上楼梯啊、下公车都不会到危险麻烦的那个地步。因为我有时候还要牵着两只小鬼，所以呢，我也没有去手拉裙子啊，或是管曝光的问题，所以觉得这个啊是真的蛮厉害的，真的蛮弹的，这卖的超好的。这刚刚我们的那个背心是百件嘛，这个也是差不多，就是它比它再更好一点，所以真的有喜欢的赶快买哦，都已经有帮大家追加了啦，只是追加当然就是如果你不想等，就动作快一点。好，妞妞讲的不是假的，是真的，是真的跟大家这样讲。好，然后再来，它很看它的弹度，而且这一款面料它比较不会到那么厚重，所以穿起来是舒服的，然后是凉快的。好，然后如果你今天跟长辈吃完饭了，想要就是跟男朋友去约会，我觉得非常适合哦，你把它拉着。好，那大家看到我穿的是凉鞋，其实我们来穿就是比较休闲的鞋子也都是 OK 的哦，来比较休闲的鞋子。好，很快哦，好，非常非常的厉害哦。好，所以呢其实休闲感也是有的，然后想要性感也是有的，它就是棉质超弹的裤子，重点是要价不贵，它也是独家。